都几岁的人了，还能吃到零食？妈，我上班去了。小两口上班去啊。 是阿姨，我们上班去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妈要求实在是太怪了，所以。我理解。 正准备吃呢，你看，饿了吧？饭呢，还是要多吃的。嗯。哎，你看，都几岁的人了，还能吃到零食？ 阿姨，放心啊。哎呀，从容啊！你看你那个脸红的呀。哎，都谈恋爱了，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啊？<笑>妈，这是公共场合，我们穿票要工作了。挂了。哎哎哎！阿姨，别跟着我！别跟着我！ 这是，他俩在一起了。我早就说了吧，看你老婆眼神多犀利。要不说还是咱老婆厉害。来，老婆。